诸位同学，大家好。好，大家好。开始。学习心得报告，弟子上观。主题：一句佛号，即生成佛。《无量寿经》第二品，德尊普贤，首列在家菩萨。显平等普度之意，赐广叹普贤大士全十二德，意在表明净宗之妙所在。以果地觉作因地心，乃全靠佛力之成佛净路，为证此特别法门之圣。世尊列举八相成道，详解持名念佛法门为即生成佛，十方如来贤护，无量法门统摄，一切诸佛成佛之深密法门。八相成道中，以情转法轮为核心，显示诸佛所以兴出于世，为开是佛之佛见，令众生悟入佛之之见，即信闻此深密真言阿弥陀佛，同证四土，圆证不退。弟子今节选转法轮中赞普贤圣行之经文，破烦恼尘，坏诸欲欠，洗濯过污，显明清白，升灌顶阶，受菩提记，浅示其义理，以名为本经会一切法门功德海，融无量光为末法明灯。甲，此六句经文呼应净业三福，摄记三学，统盖佛法，别开成佛净路。甲一，破烦恼尘，坏诸欲欠。此二句经文呼应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在转法轮这段经文别相中，开宗明义普贤圣行，而三福首先标明圣教之根本为孝敬，成佛之种子为慈悲，虽为人天福报，但从本发之，三学次第，礼数必然，观月禅魔去道全远，众生迷惑烦恼所累，造生死业，流转恶趣，必对症下药，令破无明。宋元照律师云：持戒如捉贼，修定如绑贼，发慧如杀贼，三学无漏法，能灭三惑烦恼贼，方入涅槃正法城。破烦恼城，坏诸欲欠，就是三学第一阶段。无上菩提从此而始，解烦断欲第一步从孝敬入手，贤圣之一旨必为戒律，戒虽万恨，以孝为宗，孝顺摄一切。古德曰：一孝立而诸戒尽矣。从出发心到成佛，不离孝顺心。三宝所以住世，不离孝顺心。顺即是敬，因礼敬诸佛，礼敬一切众生，
所以恒顺一切众生。放网经菩萨戒乃心地戒品，卢舍那佛依心地法门说菩萨戒。心地法门就是孝心法门，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生中之父母，不忍其迷惑颠倒，不是本心，苦海挣扎。所以佛法入门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心地无量宝藏由孝顺成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一念孝心扩大，所发起大愿已圆满佛道。无上菩提心就是孝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根本在知道一切众生是我无始劫父母，人伦道德亲爱常然，怎能不救度？孝顺心就是根本戒。诸行之品从弟子规乃至放网经菩萨戒都以孝顺为宗，所以敬业三福第一福开端即言孝养父母，盖此根本戒统摄佛法。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不离此孝心，卢舍那佛亦曰光明遍照，又作净满，无量光方能遍照。卢舍那佛就是阿弥陀佛，净业圆满名净满，清净戒体就是无为法身，为极为照之常极光净土。净业三福圆满就是菩萨戒的究竟圆满。菩萨戒所以圆满，还是过去生所有父母同生极乐方能实现。众生轮回业因就是烦恼欲望俱伏，一旦随境发毒，便堕生死业中，为灭罪能令离苦。应主曰，有一分恭敬则灭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灭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全无恭敬，虽重远因，其懈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无量寿经所列圣众皆德尊普贤，普贤十大愿王第一愿即礼敬诸佛。礼敬建立于孝道，孝道源于同体大悲。德尊普贤即能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即能灭一切罪障。而普贤十愿因导归极乐才究竟圆满，可见能灭一切罪障之根本法为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得生极乐，极乐世界纯净纯善，摄一切善法，具足三聚境界，摄善法界，破烦恼城，坏诸欲欠。此二句经文即是佛说净业三福第一福的原因，用其智也。烦恼贼夺取善法财，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名号表法正是此意。善法财从自性流露，终必追随普贤大士导归自性极乐。此二句经文和三福第一福即是断恶修善，
以善心住一处不动，行善法三昧，以善法三昧为基止，老实念佛，久久必得功夫成片。此三昧皆是法身，当来必然现十方佛及佛土，破烦恼尘，坏诸欲欠，为百千三昧之基础。甲二，洗濯垢污，显明清白。洗濯垢污，显明清白。此二句经文对应净业三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又是三句境界之摄一切律一戒。众生但出圣道，无始未成，皆由浊世惯习难舍，皈依自性觉正境，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不动不移，即可拔俗，必行圣业。善导大师观经书言，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众生执着于自己的知见，住邪定聚，无定聚，久远劫来落入根本无明，不能自知，不能自拔。如首楞严经言，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失即涅槃无漏真境。洗濯垢污的妙法就是持名念佛法，一句名号何有此特效，皆因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念所念，能生所生，一一皆是实相正印。一念清净平等觉，则一念脱俗入圣，入佛之佛见，入三摩地。念念清净平等觉，念念住正定聚，极乐佛土依报庄严，住正定聚而来。倘能老实念去，现前住正定聚，则庄严娑婆世界，令娑婆世界众生得成无上佛道金刚种子，大圣佛法宗旨，庄严国土，利要有情。从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而开示体现这一宗旨。净宗之殊妙，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洗濯根本烦恼垢污，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即是这特别法门的戒律。净念相继，好似源源不断清净之水，洗濯尘劳，显露出众生本具干干净净之自性本体。一句本觉佛号，摄受六根，令六事不起作用。贪嗔痴习气虽未断，但六根被佛号所摄，而离诸有者，如百丈大师所言，窘脱根尘，不可思议之灵光就会毒药，毒即入不二法门。此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三行相因，专持名号为戒，一向专念佛号，从口出，从耳入，从心记，久习得定。因得定住三昧，必得开慧，开真实之慧。菩萨从本以来
都是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而成佛的，贵在不动不移，不中途变节。用阿弥陀佛名号这一无相之解，洗濯尘劳垢污，证涅槃德，入实相涅槃城。极乐世界就是实相涅槃城，城虽有多门，然必从一门方能入，任选其一即可，切记分身而入。娑婆世界之身，凡夫之躯，何能未证圣果而分身？条条大道通罗马，选其一前行便是。若问八万四千门，何以选持名念佛法门而入圣道？在此引律宗圆照祖师加言策勉，这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二十余年，未尝暂舍。言详礼教，披阔古今，顿释群疑，愈加深信。复见善导和尚专杂二修，若专修者，百疾百生；若杂修者，万千一二。心事散乱，观行难成，一字专持四字名号，己生逃世，今始之归，能以所修辗转化导，尽未来际，宏赞何穷。圆照律祖传三记解释道宣律祖的南山三大部书，即行事抄支持记、借本书行踪记、结魔书纪元记，附有观无量寿经一书、佛说阿弥陀经一书。圆照律祖生于宋朝，尚且一针见血指出，若专修者，百疾百生；若杂修者，万千一二。何况今日众生之善根远远逊于古人，宋朝尚且已经有此夹杂诟病，令习净土者不能当生成佛，不能不思考。末法净土学人若不依祖师教诫，必定又是错过转凡成圣良机，一错再错，终将堕入恶趣，长久轮回。能受持奉行祖训者，即是做到不犯威仪，自然而然得摄一切律一戒，住不动得三昧，三昧习久得陀罗尼，陀罗尼定力发慧所得，是菩萨善法功德藏。得此陀罗尼，念佛功夫正是一心不乱，虽是净业三福第二福，然因佛力加持，因念佛故，所获功德不可与普通善法相比，乃出世间大法，究竟方便解脱法。即净念相继，洗濯垢污，多摄六根，显明清白，必然往生。圆照律祖晚年专持名号，自在生息，全是专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甲三生灌顶阶受菩提记，持名念佛法门最殊胜之处，全在此二句经文。普贤圣行于众生最真实利益，全在此处。
无量寿经第二品之精华亦在此处。全经藏密尽色，第一义谛就在此处。华严法身大士导归极乐之深密意义就在此处。如来法王所以施训于娑婆，终归在此。三聚境界之饶益一切有情界，也包摄于此。净业三福，第三福依止于此。以一升灌顶阶，是方便为究竟。持名念佛法门何来？是弥陀大悲心中流露出最方便妙法，普令众生信愿持名，即出离生死苦海，即生成佛。方便为究竟，表现两处，其一即升灌顶阶。丙一，灌者深意。科注举密藏纪钞七曰：灌者大悲护念意，顶者佛果最顶意。诸佛护念令至佛顶住，皆名灌顶也。灌者两重深意，首先灌者道出方便法门之因，乃诸佛大悲护念故。如本经第二品德尊普贤所列贤护等十六正士，而在勤转法轮之普贤圣行这段经文结尾，世尊又言：无量诸佛贤共护念。贤共护念与贤护菩萨首尾呼应，表此法门从出发决意往生之心，至临终见佛，乃至成就无上佛果，都在弥陀大悲愿力和十方诸佛佛力护念之下，一切圣众贤所敬仰。因此持名念佛乃全藏他力法门，此他力为不可思议佛力。其次，灌者表行人当知，真信切愿往生极乐，即以受佛慰敬，至今以后所有教次皆当奉行，不违佛教，不退初心，不复己入，不退佛位，不复如来法王大悲大智护念，定少龙佛种，灯火传心。丙二，顶者深意。顶者有二意，皆属表方便为究竟。首先，顶者表所证果位和时间不可思议，持名念佛法门殊胜之处为究竟方便。究竟方便除上段文义中一切诸佛贤护令行人不退佛位境，还有一处究竟方便，就是所证之果不可思议，证果速度不可思议，从初地到等觉菩萨，弥陀以大悲水灌顶，即究竟千佛果，越三奇习气，尽待于一念真信切愿，其十方诸佛最顶佛位于一句弥陀名号，即速究竟稳当不退成佛，便虚空法界亦难寻一法可以究竟方便
成佛，如持名念佛法门。华严长子普贤大士率41位法身大士念佛求生净土之密意正在此处，即升灌顶阶，令速往究竟佛果，得最顶佛果，即入常寂光，不生不灭，真乐为乐。其次，顶者表方便为究竟之平等普遍度脱，从初地至等觉，究竟千佛果时，必受诸佛大悲灌顶。念老曾指出，本经此处灌顶为后位灌顶，即成佛灌顶。可见初地等觉求生净土，皆受后位灌顶，即虽居凡地乃至菩萨地，实已入究竟佛果。七宝池莲花开放，即是此灌顶所托事显现，真正因果同时。丙三，升灌顶阶，摄受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偶遇大师垂教，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深信诸佛大悲护念为少佛种，特宣此生密之法，宣信愿持名之人受佛慰敬，令一切诸佛共赞此深信发愿大菩提心，弥陀修因感净土果，令今全体受于上至初地等觉，下至地狱五逆十二，中间巨浮凡夫，乃不可思议之因果。出世间大因果，念佛成佛之因果，心为因果，更无别法。净土为心，自性弥陀，信愿便得净土佛果。以二，受菩提记。科注：四义受菩提记有二义，其一，佛为欲说当来成佛之果，令行人视其当下自因之力，令知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所以受菩提记第一四义，对应三福最后一福中读诵大乘，佛为令众生得究竟净土佛果，必善利方便宣说经典，施以教化，导归净土。净土五经一论，乃正说净土，直指极乐。其余84000门，皆附带说明，作为导归净土前方便。因此大圣之所归在于净土，佛陀之无上智慧与无尽慈悲表现为究竟为方便，就在净土佛果。受菩提记第二重含义，复指诸大士广为众生受记作佛，因此受菩提记对应净业三福第三福最后一句劝进行者。本品所列诸大士皆以证极乐佛果，大权示现，劝令众生迷途知返，信愿持名，同证如来究竟佛果。广义而言，一切众生皆是弥陀变现，为我示现顺境逆境善缘恶缘
令我破烦恼尘，坏诸欲欠，洗濯过污，显明清白。一旦在此境界中，坚定深信切愿，必得身灌顶阶，受菩提记，即生成佛之妙果。十方诸佛诚实之言，尽在此一句阿弥陀佛中。以即生成佛以何为本？圆照律祖，因得襄阳龙兴寺十颗阿弥陀经拓本，有专持名号，即是多善根之语，遂依之，以称名为首要，布施、造事等一切福业次之。由于称名善根故，即能灭罪往生，戒度阿弥陀经书文词记。圆照律祖强调，事从简要，法在精专，因此感得身灌顶阶，受菩提记，必依照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的根本原则为戒，方能得此圣果，从此顿门而入，全仗佛力。只要信愿专持名号，定能少龙佛种，成就如来法王。以上是惭愧弟子上观的浅浅心得报告，任何错误之处，恳请师父上人以及诸位法师和大德辅证。上观同学的学习报告，我们刚才看到了，也听到了，可以说是简洁精要，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追求的，言语要简洁精要，文字也如是，事法如是，佛法也如是。那么符合这四个字的标准，我们回头细心观察八万四千法门，跟净土持名欧耶大师把它说成四个字：信、愿、持名。你要是能相信，不怀疑，发真诚心，听话正干，没有一个不成无上道。一生当中啊，这是阿弥陀佛给现前当来一切六道众生无比的恩德。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找不到啊。这个法门在这个世界有几个人遇到？遇到的人有几个人真正相信？
层层淘汰，到最后真的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二啊。啊，为什么这样精简玄妙的法门一般人不能接受？报告当中也提到了，众生烦恼习气不同啊，烦恼重，习气深，纵然有善知识，有祖师大德的著述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看懂啊，这种情形我们学经教的同修都能体会到啊，经本确实摆在面前，看了多少遍都没看懂。什么时候能看懂呢？只要你有耐心一直看下去啊，古人说嘛，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为什么千遍下去烦恼习气全付出了，没断，控制住了，不起作用。烦恼不起作用，智慧就跑出来了，就这么回事，你就真的懂了，真的契入境界了。啊，这个不是骗人的。变数重要啊，啊，千变其义自见呢。啊，这一种理念方法，现在人不相信。啊，为什么现在人是聪明呢？他用大脑。啊，要广学多闻，啊，广学多闻没错，涉猎的范围很广，所入不深，都是表面的。那个一门深入的人啊，他没有广涉，他功夫用的深啊，好像挖井一样，挖个几十米水没有啊，挖个两三百米水出来了啊，不是没有啊，深度不够啊。学圣贤学术，特别是大乘，大乘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不是世间一般知识，用世间那些方法学佛，学一辈子也得不到啊。所以祖师大德们求法器，什么人是法器？老实听话正干啊，真诚清净恭敬心能相应啊。于是我们今天搞明白了，要放下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要认真学习，学什么？学老实，学听话，学正干
啊，印足常舍，一分诚心得一分利益，十分诚心得十分利益。我记得我说过，我用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做比喻。神秀大师在五祖身旁时间长啊，他对五祖百分诚敬，所以一般人心目当中都想着神秀是五祖的传人啊，他是禅宗第六祖啊，啊，没想到衣钵传给慧能，慧能凭什么？慧能对五祖有万分诚敬，那个百分跟万分差距太大了。智慧德能相好，无量大法都从自心流出来，只要见性全都现前了，那就成佛做主了，不需要多学，放下就是。在哪里放下？眼在色尘放下，耳在声尘放下，让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不起六识，六识妄心妄想分别之处是六识啊，你让它不起作用，那就是自信起用，所以是根中之性啊，见性起作用，眼见色见性起作用，见性是真性，不是妄想，见性不生不灭啊，而对生成闻性起作用，不是二识，这叫转识成智啊，这真修行啊。啊，在哪里修？在生活当中修，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当中行，这是上上根人啊，没有一个不是当生成就，不是小成就，是大成就，明心见性。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做到，这个要有高度的警觉啊，我为什么做不到？烦恼习气没放下，对于世界世人所说的财色名利七情五欲，常常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什么？六道轮回的种子，六道轮回的根呢？啊，你断烦恼，只断枝叶，没有断根本。枝叶断了，过两天又生了。
永远断不掉。啊，真正会修的人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把它看破。啊，看破什么？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但是这种假的能让我们永远无法脱离轮回，也障碍我们求生净土，它多可怕了！啊，那心里头这个东西不好啊，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生活当中修行？生活当中有的啊，自身之居、饮食、衣服、居住，有很好，没有也很好，要用这样的心态，有不放在心上，没有也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万缘放得下，得失不关心，我们那个清净心才能现前。清净心是真心，啊，清净心生智慧，这个智慧虽然不大，足够用啊，对今天这个乱世你能站得稳脚跟，你不会随波逐流，你不会受环境影响啊，这虽然是小智慧，小智慧就有这么大的作用，不能帮助你大彻大悟，能帮助你往生净土，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要靠真干才能得到。啊，佛不骗人，孤身先贤不骗人，他们都是用真心。我们读他们的书，对他怀疑，自己就有罪呀。我们以妄心对他的真心呢，我们看不懂，对他的怀疑呀，这模糊不服啊，没有福报啊。上官同学这个报告写得好，一句佛号即身成佛，我们只要看这个题，你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把这句佛号放在心上，绝无动摇了，你就成功。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海庆给我们做榜样，海贤的母亲也给我们做榜样，那在家居士86岁往生，欲知是知，走得非常潇洒，往生之前还自己包饺子跟家人一起吃饭，吃完之后啊，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我走了，真的就走了，那么潇洒，那么自在，一句佛号。来佛寺这个小庙，3个人做榜样给我们看，
那一个在家，两个出家，他们三个除一句佛号之外，其他的经论没有涉猎过，都不认识字，没有读过经，也没有听过经，只知道这一句佛号，死心塌地，成就这么好的效果，来给我们看。为我们作证，我们要感恩啊。他是不是普通人？报告当中，这是佛门的再来人，说得好。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太苦了，佛菩萨来作此示现，来帮助我们了，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今天只有最简单的方法，最精要的方法，信愿持名，我们才能办得到。太多了，太杂了，我们的心里承担不了啊，只能取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没有想到它又是最精华的，又是无上法门，这个没想到。万万不可疑惑，这是度初级的，度那些没有知识的，自命为知识分子，有聪明智慧，应当要从大经大论下手，不愿意从这句佛号，这都是功高傲慢的心态。这种心态错了。农村里头，阿公阿婆他们谦虚，为什么？他们没有知识，甚至又不认识字，谦卑，谦卑的人有福了，傲慢的人把机会当面错过。傲慢人如果学谦卑，成就比他们更高啊，这肯定的。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你记得说，傲不可长。这说明傲慢是居身烦恼。中国这些圣人，我学佛之后，我认为他们都是佛菩萨化身来的。中国人对圣贤人尊敬，他就有圣贤身份出现，像观世音三十二应，应以圣贤身而得度者，即现圣贤身而为说法。
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傲慢是属于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傲慢是嗔恚的核心，情执是贪心的核心，怀疑是愚痴的核心。我们要断贪嗔痴，从哪里断？要放下亲情，断贪心，贪烦恼，放下傲慢，断嗔烦恼，放下怀疑，断痴烦恼。啊，古圣前贤的东西绝不怀疑，它能流传几千年，几千年多少人看过，看过的人都肯定，都相信。我怎么能怀疑？我凭什么怀疑？啊，现在怀疑的人太多了，太普遍了。啊，好像怀疑变成时尚。啊，那我们回头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古时候没有，今天出现。啊，随时随处，你能够听到，你能看到。我们见到有时候不忍心说，不忍心去看了，啊，现在学佛有多难呢？佛慈悲到极处啊。啊，居然有人出现，将《无量寿经》重新回起，啊，为什么？为现代人，啊，重新做注解。又有表法表演给我们看，为我们作证，还不相信，那就没法子。那学习班大家都欢喜，我也欢喜，看到有同学确实能够深入，能把经典里面的奥秘发明出来，啊，让我们敬宗同学都得利益了。啊，经文上这几句都是常念的，都念得很熟。啊，真正其入，了解里面的意趣，就得受用。为什么？他不怀疑了。
那他能够保持着一项专念，那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来学习，坚定信心、愿心。啊，特别是祖师大德的一些教训，善导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万修万灵觉，一个都不漏。啊，圆照六祖给我们说的，若专修者，不生。百即百生，若杂修者万千一耳。这句话重要啊！海鲜老和尚告诉我们的，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转。心转了不难了，心不转就难了。啊，祖师们说这个话，他自己做到。我们只要留意，在《高僧传》里面去看。年轻的时候，涉猎的法门很多，经论很多，到晚年就一句佛号了。莲池大师的晚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物，放下我，真的是《金刚经》上的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大乘大论统统放下，专持四字名号阿弥陀佛，自在往生了。这是大事，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小事啊，不值得放在心上。尤其是现在，我不看报纸，不看新闻，啊，跟电视媒体、报章杂志断绝了50多年了。啊，心地清净多了。啊，现在最方便的，我也是第一号的，扰乱我们清净心的手机，手机排名在第一号。有人要送我，我说你想害我？啊，我说你送来，我就丢垃圾桶里去了。我不受这个东西伤害，不受它干扰。啊，这就清净多了。总是希望这一句佛号不间断，一念接着一念，念念不间断。二六时钟，啊，睡眠的时候还没有这功夫，醒了之后啊，佛号就接出去了。啊，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得到法喜，
得到法乐，这就是受用。啊，念到功夫成片，自己就晓得什么时候完成。世缘要放下，连佛都要放下，啊，法都要放下，何况世缘？大家要有高度的警觉。啊，《金刚经》上佛说这两句话，我觉得是对我们现代人说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现在人的病就是放不下。唯有放下才生智慧，唯有智慧才能正确解决问题。现在人没智慧，有烦恼啊，烦恼坏事。啊，智慧从哪来的？清净心来。那心不清净怎么行？啊，真正要学，六根在六尘上去修去。啊，怎么修呢？不起六识就是修，起六识就是起惑造业。这讲清楚了啊，眼见见得清清楚，见性见，闻性闻，这就对了，转识成智啊，啊，不是眼识，眼识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它造业。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这就对了。啊，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多看看能帮助我们信心愿心啊，坚定不退啊。下面还有一份来佛三圣的菩萨境界下，是开集学习心得报告之三十。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居士，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开集继续恭敬报告来佛三圣的菩萨境界下。第六，说示众过界。放网经云：若佛子可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而菩萨闻外道二人及二圣二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慈心，教化是恶人辈，令生大圣善信，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菩萨波罗夷罪。我忆大师《放网经》合注曰：说者，向未受菩萨戒人
说大圣七众罪故，向未受具戒人说比丘、比丘尼二众罪过也。出家在家菩萨即通指大圣七众，比丘、比丘尼即北指小圣二众，以住持身宝观系法门，故亦同众。因此说四众过的罪过是很重的。无量寿经曰：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口业是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积他过是不能谴责、毁谤别人的过失，不能批评别人。大慈念老于注解中说，口业不积他过者，实由于意业之不见他过也。若是把别人的罪孽放在自己的良心上，自己的心就是罪孽，如此则三业都不清净。所以会修行的人把念头管住，不容许自己有一个恶念。因缘生居士在守口摄意生末犯一文中记载了海贤老和尚所讲述的一个公案。2008年冬，我带两个小学友去千佛寺看望贤公老和尚。老和尚笑呵呵地说，我给你们讲个佛经里头的公案，可好听了。有一位阿罗汉出去托钵，遇到一个漂亮的女鬼，女鬼说要供养罗汉，就把她请到了家里。罗汉一看，这女鬼家中珠光宝气，非常气派。女鬼把供养罗汉的饮食摆在桌子上，请罗汉用餐。罗汉低头时，看见桌子的四条腿上拴着四个饿的皮包骨头的饿鬼，觉得非常好奇。女鬼说，请尊者稍等，弟子有紧要事情，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请您慈悲，千万不要施给他们四个食物。女鬼出去了，罗汉一边吃一边纳闷，为什么不让施给他们四个食物呢？四个恶鬼眼巴巴地望着罗汉在那儿吃，也不敢出声。罗汉觉得这样太残忍，实在忍不住了，就把食物分了一些给这四个恶鬼。不料想这四个恶鬼把食物吃到嘴里，却一个个痛苦地狂叫起来。因为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自己的肉，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铁丸，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大便，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龙血。罗汉见到这样的场面非常吃惊。那位漂亮女鬼急急忙忙从外面跑进了屋里，很痛苦地对罗汉说，我出去之时就曾叮嘱您，千万不可施与他们饮食，你为什么不听呢？难道您比我还爱他们吗？他们是我前世的丈夫、儿子、儿媳和丫鬟呀。罗汉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女鬼说，我前世供养过一位阿罗汉，我告诉我的丈夫希望他随喜功德，谁料他听后反而出言诽谤，说他为什么吃咱们的东西，怎么不去吃自己的肉。
我很伤心，就又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子。不料他也出口诽谤说，他怎么不去吃铁丸呢？我更加伤心了。正赶上那天有亲戚送我的食物，却被我儿媳妇给偷吃了。我去问他，他不承认，还说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大便呢。我回赠亲戚的食物，却被丫鬟在送去的路上偷吃了。我责怪他，他不认错，还说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龙血呢。女鬼说，我心里对他们四人生起了大嗔恨心，于是发了一个反愿，愿我来世生活在可以看到他们四人受恶报的地方，所以今生我做了大力鬼王，若不是这个恶愿，单凭我供养阿罗汉的福德，我今生就该生刀立天享受天福。海贤老和尚把故事讲完，笑呵呵地问我，好听不好听？我听得汗毛直竖，原以为老和尚只会劳动和念佛，不一定懂得太深的佛理，这回一下让我彻头彻尾地折服，心想这老人家绝对不是糊涂人啊。老和尚看我发呆，就接着说，这个故事就是教人说话不要言馋口满，能吃过天时不说过天话，说话口满遭人恨，犯众人侮，也不要生坏念头，有坏念头吃亏的是自己。这个故事给予我们很深的警示，作为一位奉持菩萨境界的仁者，要能够善护口业，不说他人的过失。诚如六祖慧能大师所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浊。浊是堕落的意思，见到别人的是非，自己已经堕落了。闲公和尚常常教导弟子，说话不要言馋口满，尖酸刻薄，狂妄自大，能吃过天时，不说过天话，也是教人不能太狂妄。因此，修学菩萨道之人，若是口说四众过，就毁犯菩萨波罗夷众罪。第七，自赞毁他戒。梵网经云，若佛子自赞毁他，亦教人自赞毁他，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而菩萨应待一切众生受加毁戮，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引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波罗夷罪。偶益大师《梵网经》合注曰，自赞者称己功德，毁他者讥人过恶，彼此互行，显己德而彰人短，使名利归于自身，故犯众也。自赞毁他，就是赞叹自己，抬高自己，毁谤别人。自赞毁他在梵网经菩萨戒中列入十众戒之中，而在瑜伽菩萨戒本中是列在第一条众戒。净空老法师教导我们，自赞毁他是菩萨的大戒，罪过很重，人人多自赞毁他，社会就乱了，从而引发我们居住的地球灾难频繁，使得自己受苦，众生亦受苦，这个因果的责任谁来承担？所以
佛制定戒律，不许菩萨自赞毁他。古德曰：若要佛法兴，唯有声赞声。如果每一位出家人和在家居士都学会自己谦虚赞叹别人，佛法就能够在世间再兴旺起来。如果是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佛法就衰微了。我们佛门四众弟子若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瞧不起别人，这样的心态就是在做灭佛法的事情，是使佛法兴旺还是毁灭佛法，都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不可不慎啊。海贤老和尚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字大黑，海元法师，体光法师，法名印玄，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四位高僧融通教理，行解相应，六合僧团生生互赞，堪称为千古佳话。海贤老和尚赞叹海默法师说：大黑老和尚的孝心，那真是感天动地呀！我估计他应该是在守目念佛的3年中就开悟了。还说大黑老和尚好辩才，什么经都会讲。贤公和尚如此赞叹他的同参道友，而谈到他自己却谦虚地说：我只会种地干活，啥经都没学过，就会念阿弥陀佛。提到海元法师，贤公极力赞叹道：海元修行那不是一般的精进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会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因缘生居士在千载难遇此生团中记载，体光法师圆寂之后，其弟子门人为报师恩，发心在桐柏山将体老的指甲和头发建塔供奉。贤公欢喜赞叹，遂亲赴塔院寺为其选址。2011年11月12日，体光法师设立塔，于塔院寺落成。墨学曾有幸听体老的高祖演示法师说起，我们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有些不尽人意，也许是得老和尚加持吧，结果又选到老和尚当年住茅棚这个地方了，大家都很满意。千载难遇此生团中说，海默法师修学禅宗和法相为师，海元法师禅静双修，体光法师专修禅宗，海贤老和尚专修净土，四位老人家各自修学不同的法门，却能在一起共修，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和合僧团，最终又各个成就非凡，实为古今稀有。沙弥律仪曰：禅是佛心，律是佛行，大圣小圣悉皆同学。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教导我们三学一缘佛法心，禅是佛的心，律是佛的身，教是佛的言语。律中、禅中和教下全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下来的，代表佛的身与意。三学一缘
佛法兴旺，三学鼎立，佛法衰微，就是因为自赞毁他的缘故。万法一缘是平等的，戒就是禅，就是教，教就是戒，就是禅，一而三，三而一，不能分。因此，行菩萨道的修行人，都应当效法学习海贤老和尚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效法净空老法师三学一缘。世界宗教是一家的博大胸怀，言辞不自赞毁他的菩萨境界，如此则生众和合，佛法兴旺，必是指日可待的。第八，迁徙加毁戒。幻网经云，若佛子自迁，教人迁，迁因迁缘迁法迁业，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而菩萨以恶心嗔心，乃至不思一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句亦微尘许法，而反更骂怒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藕益大师《幻网经》合注曰：定习所有名之为迁，或令财，或令法，皆所不应。因此，令财或令法，都是行菩萨道之行者所不应为的。华严经曰：最胜光延伸众神，得令一切激乏众生设立满足解脱门，世足妙严品。净空老法师教导我们，现前社会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很多，事出世间法，总不出因果。佛经说，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愚痴果报，修财布施得财富，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若能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去修，果报不可思议。海贤老和尚、海庆法师一生之中，三种布施圆满具足。党秀坡居士在《知所在，自然自在》一文中回忆说，海庆老和尚在生活极端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常扶危济困，在大路旁为过往行人施粥舍茶，他自己缺吃少喝，经常饿着肚子，却把吃喝送给别人。这些在当地老年人当中是人尽皆知的。那时庆师吃饭用的是茅草编织的草碗，他自己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了一些红薯和小高粱。很多人都还记得，他经常把自己蒸好的红薯或是做的野菜拌高粱粥，用茅草碗端给过路人吃。来佛寺刚重建的时候，仅有东屋三间小茅草房，一口小铁锅，做饭烧茅草根，生活很难维持。但庆师还是一直坚持烧开水，在瓦盆里泡上柳树叶供行人饮用。老护法党同立居士在多年后曾问起庆师，这种苦日子你是咋熬过来的？庆师说，
全都靠阿弥陀佛呀。海贤老和尚教人不厌，毁人不倦，一生之中在在处处为人慈悲随缘开示。在《海会圣贤》一文中记载，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师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大家跪地顶礼后，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师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妙了法师在《对面不见阿弥陀》一文中回忆说，还有一次我陪他老到社旗县城办事，他坐在车上喃喃自语说，清来清去的，不要去找在家人办事，在家居士有在家的工作，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各干各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出家人会讲经的给人讲经，不会讲经的也要给大众表个好法，我什么也不会，不会讲经，不会诵经，也不会唱赞，就会念佛，开荒种地，那我就表好这个法，要是不表法，我早就走了。还有一次，我和师公在千佛寺东边开垦的荒地里挖芋头，有两个居士看到后也过来帮忙，我往外挖，师公往下抠芋头上的泥土，因为天气已经有点冷了，老人家鼻涕流出好长。那两个居士说，师爷给您点纸擦擦鼻涕吧。师公说，不管他那事儿。两个居士和我对看一眼都笑了，一个居士问他，师爷您说不管他那事，那是谁的事？师公说，不知道。我们又都笑开了。挖完芋头回到寺院后，师公浑身上下全是泥土，一位居士说，您老把衣服脱下来，我给您洗洗吧。师公把衣服脱下来，那位居士接着衣服说，看看今天刚穿上的衣服又弄成这个样子了。师公说，这不是我的。那位居士说，刚从您身上脱下来不是您的，是谁的呢？师公说，不知道。妙老法师说，师公住世之时，他说的那些话我不能全部理解，有些甚至觉得好笑，现在才知道他老不是一个老糊涂，而是一位智慧德能不可思议的再来人。老人家的一言一行都是自信的流露。无量寿经曰，集法鼓，见法床，要会日，破痴案。菩萨以深广无尽的智慧集法鼓，见法床，照破众生无明的暗惑。净空老法师曾说过，海贤老和尚应该是在他三十、四十岁时
就证得理一心不乱，开悟了。他112岁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帮他延长的，就是要让他表法，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给净宗同学们看。他开悟为什么不讲经说法？因为客观环境不许可。他如果是生在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肯定像文殊普贤菩萨一样讲经说法，代佛教化众生。综上所述，海贤老和尚真正将佛陀的教诲、菩萨的境界在日常生活之中落实，慈悲喜舍，演说妙法，普施无畏，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第九，嗔心不受毁戒。放网经云，若佛子自称叫人称称因称缘称法称业，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戮，加以手打，及以刀杖，亦犹不息。前人求悔，善言忏谢，犹嗔不解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莲池大师在《戒疏发引》中说，慈悲者观诸众生如宝赤子，不忍伤也；孝顺者观诸众生如己父母，不忍逆也。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因此要以慈悲孝顺之心对待一切众生，如同《放网经》所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是也。”海庆法师一生宽厚待人，慈悲谦和，善待一切众生，其忍辱如地的胸怀令人感动万分。党秀坡居士在《知所在自然自在》中回忆说，来佛寺周边10里8村的百姓都知道海庆老和尚为人忠厚老实，性情和善，他说话严重口疾，只有念阿弥陀佛时才吐字清晰，声势洪钟，他也只会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当时寺院条件很差，清苦至极，庆师冬天一身棉，这套棉衣现存放于来佛寺金刚馆内，夏天一身单，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但他整天依然乐乐呵呵，笑口常开。庆师经常带着工具出去拾粪、捡柴、捡砖、扎铺路，回去时饭凉了就少吃点儿，没饭了就饿一顿，从来不牢骚，也不生气。有个当兵出身的和尚爱骂人，看庆师不顺眼，时不时地就对他骂骂咧咧。居士们有时看不过去的，就和那个和尚理论，而庆师只是淡淡一笑，轻声说：“你为我消业障，我上极乐国。”有位16岁姓陶的孩子，带着几个孩子到寺院玩，见庆师老实，就污言秽语地咒骂他，又用小木棍捣他的光头。庆师歪歪头一笑说：“你想和我结缘啊？给你爹妈说说，我收你当徒弟，教你念阿弥陀佛，上好学，做好事，长大
你家辈辈有富贵。另有一位王凤林居士说起，有一次庆师担了一挑大粪往地里去，恰巧有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因为车速太快，庆师闪躲不及，一下子被撞翻到了旁边的水沟里，大粪撒得浑身都是。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不但不道歉，还大骂倒在水沟里的庆师挡了他的路。正赶上王凤林居士扛着个铁锹从此路过，一见这年轻人如此野蛮无礼，气得抡起铁锹就要去拍他。躺在水锅里的庆师马上连声制止他说，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不怨他，都是我的错。秋老居士回忆说，庆师脾气好，从不惹人生烦恼，因为他有点口急，说什么话都说不利索，所以也就不喜欢说闲话了。但是有一点，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会结巴，所以我就只记得他爱念佛。在《知所在，自然自在》一文中记载，1975年8月，连续几天的倾盆大雨，致使张庄西边的小河水位陡涨，冲垮了数百年的一座石桥。当时还在生产队的海庆老和尚与一些村民一起带着绳索钢钎前去抢险，可是几十个人拼尽力气干了一上午，也没有把石桥修复好，因为有一块千余斤的石条被冲到了离桥基五米多远的淤泥中。大家都说，如果这块石条挪不过来，这座桥就算永远毁了。正当人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海庆老和尚慢吞吞地说，快晌午了，让我再试试吧，不会让砸这里的人们因为没桥走而作难。只见他喃喃自语了一阵子，其实大家知道他是在念阿弥陀佛，因为那时政策不允许不能出声念佛。然后用一根钢钎和两根碗口粗的木棍，硬是把石条从淤泥中连翻了几个跟头，靠在了桥墩旁。人们都惊呆了，大家怎么也想不通，没有一个人给他帮忙，这样一个身材瘦小60多岁的老和尚，他究竟是怎么把这1000多斤的石条从淤泥里拉出来，并且还挪动了5米多远呢？当时的生产队长党志发后来说起，庆师在淤泥中挪石条的时候，他看见老和尚头顶出汗发光，但身上却没有出汗。后来有人问起庆师的时候，他笑着说，那全都是阿弥陀佛加持，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海庆法师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但是却具足了《无量寿经》经体所说的清净平等觉，持念弥陀，真心显现，自然开悟。他以念佛之功、忍辱之行，成就了金刚法体，全身舍利，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惟越智菩萨，圆满了清净庄严的菩萨境界。第十，
谤三宝戒。梵网经云：若佛子自谤三宝，教人谤三宝，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即以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毛刺心，况自口谤，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莲池大师在《戒书发引》中说：“少龙三宝，菩萨法也。今谤谤焉，宁不犯众。因此，毁谤三宝是菩萨重罪。”净空老法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中说：“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比这个更重。它的原因，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眼目，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机会断掉，这个罪就重了。杀生命最小，断众生慧命最大。在《来佛三圣永思集》中记载，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妄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师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净空老法师在讲经之中对来佛三圣大为赞叹。我看看海贤法师、海庆法师，他们不认识字，没有学过教，但是他们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凭一句佛号六字洪名，他成就了念佛三昧。我相信他有悟处，他不是普通的觉悟，正是宗门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就是说，他们为我们示现的是法身菩萨。处今时今处这个时代，示现佛门弟子修行正果最好的榜样。我们自叹不如，我们要向老和尚学习。老和尚确确实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净土大经科注：海贤老和尚与净空老法师互相恭敬，互相赞叹，为我们敬业学人做出了最好的表法。综上所述，来佛三圣具足了清净圆满的菩萨戒行，如同《无量寿经》所言：“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大慈念老说：“戒者戒律，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奉持戒律，明净清洁，以致庄严。持戒净洁，譬如琉璃。”因此，戒是学佛的基础。梵网经曰：戒如明日月，亦如璎珞珠。以光明的日月、名贵的珠宝来比喻持戒，因此说戒若琉璃。内外明洁是意业清净，
内有戒定慧，表现在仪表上，具足威仪，所以他的言说才能够令众生心悦诚服，故曰其所言说令众悦服，无量寿经。来佛三圣就是以如同璎珞宝珠一般的清净戒行，圆满具足菩萨三聚境界，具足望尽还原观所说的四德，随缘妙用，威仪有责，柔和直直，待众生苦，而为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做出了念佛成佛的最佳榜样。以上是惭愧弟子尽述恭敬学习《梵网经》菩萨戒以及《来佛三圣永思集》的心得报告，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释开吉顶礼敬诚，2014年9月9日。开吉这份报告分上下两篇啊，内容写得非常好，最重要的我们要认真把它做到啊，说到做不到有没有功德呢？有，功德不大。说到能做到啊，像海贤和尚这样的表法，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佛菩萨度化众生，最初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早年我们在汤池做实验，我告诉当时有37位老师，我是在历史上最好的老师，有两个人，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孔子。啊，他好在什么地方？先行其言啊，他先做到了再说。所以别人相信他，愿意做他的弟子，跟着他学习。如果他所说的他做不到，就没有人愿意跟他学的啊。所以身先而后也教啊。那么在我们这一代里头看到啊，说到的人很多，真正做到的人不多啊。这是说他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这一生修的，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接触佛法他能理解啊。为什么做不到呢？烦恼习气很重，也就是放不下啊。还有我们的福报不足，没有好的修学环境，这也是让一些人退心主要的因素啊。世界乱了，人心坏了，
的缘越来越少了，所以一定要非常珍惜啊！有好环境让我们好好的用功，决定不能放弃，用感恩的心啊，多住一天就多一天的功力啊，不造罪业。最重要的，不说别人过失啊，学佛普贤菩萨啊，称扬人的善，不说人的恶啊，不但不说，根本就不能把别人的过失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我们亏就吃大了，我的心变坏了，不放在心上啊，扬善应恶，来佛三圣他们都做到了啊。海贤法师92年如一日，太难得了啊，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怎么学？我告诉大家方法，大家要认真，你就真学到了。每一天将光碟看3遍啊，念佛号10000声，一年不要间断，一年你就看了1000遍了，1000遍根扎下去了，你看着光碟会开悟啊。只要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就能像老和尚一样大彻大悟。尽宗透彻了，整个佛法就明白了，才能像佛一样欢喜自在普度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